大家好啊，跟这次讲讲这次那个视频赛，对吧？国际乒联视频赛团体赛的比赛，好吧？那么好，这次呢就是团体赛，一般都在那个实在一般的都在偶数年举行，对吧？分为男子团体跟女子团体。那么这次呢，这个比赛呢，它是在韩国的釜山举行的。是2月16号到2月25号，对吧？那么我们首先给大家讲讲这个女团的结果。那么女团中国队呢是3比2战胜了日本队，在决赛当中，对吧？然后另外两场半决赛，中国是3比0击败法国，还有日本是3比0击败这个香港。那么从女子团体来说呢？中国队还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的，甚至包括女子单打也是，对吧？在中国，女子单打跟女子团体，尤其在女子团体中呢，它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中国打入决赛是不奇怪的。但是有点让我出乎意料的是，中国女子团体啊是3比2击败日本，那么这是已经真的很少很少，在过去的这是第6次嘛。拿了那个团体冠军嘛，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中，很少见到女子，就是说在团体里面，中国队是3比2险胜，而且呢，都是说一开始还是落后的，对吧？那么接下来讲讲这个，这次世乒赛女子团体中中国的排兵布阵，还有你能够从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，我们去解读一下本次女子世乒赛团体的一些排兵布阵吧。好，这个是女子团体决赛的那个每个球员的那个亲卫表。那么第一场单打是中国孙颖莎对阵日本的哈里莫托尼瓦，就是张本美和，是张本智和的妹妹，才16岁多，岁十五岁。那么如果打满5局算的话，那么第二局陈梦对阵的是日本的那个早田希娜，就那个希娜，对吧？那么第三场应该是中国的王艺迪对阵日本的平野美宇，然后第四局再由孙颖莎来对阵早田希娜，第五局陈梦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，对不对？那么第一局是孙颖莎对阵张本美和。那谁也没想到，我们中国队是3比2险胜，对吧？你像一开始前面3局，中国是1比2落后，如果再输一局，那中国队出局了，那这继2020年莫斯科世乒赛之后，再一次丢掉世乒赛冠军了那样，对吧？那么孙颖莎呢，说实在是不负众望，能够赢下这个小将，10几岁的小将哈里木头，对吧？张本美和，那么张本美毕竟年轻，正所谓不行，所以说孙颖莎现在状态是处于巅峰状态，对吧？孙颖莎进水饮水，大家可以看看，这个去年世乒赛决赛、世界杯各方面，孙颖莎都是击败陈梦，包括最近比赛，对吧？孙颖莎那个速度，对场上处理这种应变能力、技战术能力都是一流的，对吧？那第二局里意外了，陈梦输给早田希娜。那么在我的印象中，好像陈梦输给早田的希娜也不多，可能几乎也没有。你看陈梦就是1比3输给的那个早田希娜，对吧？当然了，我们说回来，陈梦是上届冠军，理论上是2020年，实际上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女子单打冠军，对吧？那么今年的话，她也30岁了。那么主要我看是在陈梦那个进入状态有点慢，而且拼的不够多。那么第三局就有点意外了，你看看王艺迪0比3输给平野美宇，被人零封了。你看，你像这是什么比赛？大家看看，这是世乒赛决赛。你只要能够上场，就证明了国乒对你的信任。你像大家知道的，女子前三号主力一般是孙颖莎、陈梦这2号是没问题，第三号可能是王曼玉，对不对？大家如果看看2021年东京奥运会，对不对？刘诗雯因为伤病退赛，
王曼玉顶替刘诗雯参加女子团体，最后拿了一枚金牌，对不对？然后同年她又拿了全英冠军。然后2023年吧，应该是在休斯顿举行的2021年的，就是同年在休斯顿举行的那个世乒赛，她又拿了冠军。也就是说，王曼玉在同年也拿了奥运会团体冠军、全运会冠军、世乒赛男单、女单冠军。对吧？所以那年的奥运年，结果他最后呢跟那个教练可能肖战，对吧？有些不和啊，或者有些相处的问题，结果退出来了，他换教练了，结果导致现在状态有点低迷。那也就是说，为什么呢？就我还说到了2023年去年了，对不对？他连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也没拿，对不对？就是他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低谷。那么与此同时，同时期的王艺迪开始进步，尤其是这一两年呢，尤其今年和去年，在很多比赛中都进入决赛，拿一两个冠军。他想顶替他，理论上就是个趋势看出来，对不对？结果国乒就这么一次这么好的机会给你决赛上场，你给我0-2输掉，那国乒还会信任你吗？对不对？或者他有更多的那个资本去替代到那个王曼玉吗？对不对？他的个人单打上又没有世界杯冠军、世锦赛冠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打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，对不对？而且大家，我是把这个5场比赛我都那个快步都去看了，快速回放我都去看了，对吧？孙颖莎赢真残，预料当中，陈梦输了有点不应该，就是明显的体现出一个一定是老将的感觉了，就什么老感觉，就是这方面状态有点调动不起来。那王艺迪0-30输就不应该了。你王艺迪的排名可能世界排名多少啊？可能第四或第五，你输给这么一个选手就不应该。而且呢，就是我作为一个业余观察者来看，对不对？他三局都跟撇美女在纠缠防守，而且你防守不占优势。当然，王艺迪的正手是非常好的，你可以通过其他变化，不要搞这么多防守来。哎，一局，第一局，第二局，第三局，全就是过多了，就跟防守在哪比拼相持，或者在比拼防守，没有必要了。你可以变一下嘛，对不对？王艺迪输，我觉得是整个比赛从大的框架上来说是技战术的失败，对吧？那么可能场外指导是马琳，可能也会布置的，但是我不知道。但是我这里肯定的说，就是说，要么就是。他跟马林的指导有问题，要么马林指导没问题，他没有去坚决的执行，对吧？那你想想看，他一输，那就把中国队放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了。中国就是1-2落后了，再输一局就出局了，对不对？那对马林来说，一个巨大的考验啊！你弟作为国乒的主教练，女乒的主教练，你的重大比赛输了，你以后怎么去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来晋升其他职位呢？对吧？那么好，你看第四局，孙颖莎不负众望，赢了早田希娜，也很正常，对不对？对于孙颖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锻炼。为什么？她一输，整个比赛就不要打了，对吧？那么好，第五局陈梦终于什么如梦初醒，对不对？当然呢，也有可能是对方水平确实相对来讲，在日本的三高选手里面是差一点的。年轻一点，比赛经验也不够一点，所以成名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女排团打的真的是有劲，这真的是太惊险了。那么好，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讲呢？就是说比赛打得很激烈，这是一。第二个，我们从它的排兵布阵看看，这参赛名单来看看，有很多玄机在里面。那么从这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从这次世乒赛团体赛的名单可以看一下，女子单打孙颖莎，对吧？力投不满。拿两分。去年2023年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，最近一系列比赛基本上都拿冠军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今年2024年暑假的奥运冠军，不是奥运冠军，就是奥运会女子单打，肯定是有孙颖莎的。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是陈梦搭档这两个，但是如果他俩搭档冲进决赛，那陈梦基本上是没戏的，搞不好就1-4或者是0-4输给孙颖莎了，就这样了。陈梦只是一个衬托性作用，这个什么传帮带来的作用，后新老的带新的，就是这个作用了，
没有其他的了，对吧？但是奥运会我们说过，它是两个单打面啊，一个团体赛，团体赛撑着那个第三个人比赛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第四个人是不是替补？那么肯定的名单，从现在来看，肯定是就是陈梦跟孙颖才没有问题。那第三号人物，对不对？到底是谁？到底是王曼玉还是王艺迪？本来如果给他王艺迪这个机会，他拿了赢了比赛，那么好，王艺迪跟王曼玉可能两个人势均力敌去竞争奥运会第三个名。虽然王曼玉的可能性还是大一点，但是你这次一输，好，王曼玉是奥运会第三个单打名额的。第三个就是奥运会团体的名额的可能性更大了，那王艺迪就可能是替补了，他就是这么一个结果，对吧？本来因为你看看王曼玉就是上次的世乒赛冠军，2021年休斯顿世乒赛冠军，对吧？那么孙颖莎不得不说啊，对吧？人家这个技战术的临场变化能力、技术能力、反应能力全都是一流，而且还年轻，可能还24、25岁，他可能还可以打2届奥运会呢。但好给不给他打是另外一事，对吧？但他至少可以打这届奥运会打，在下一届可以再打一次，那东京又打过一次了，对吧？那么好，这就是我从这个名单当中解读出来的那个东西。当然了，如果国乒排兵布阵，对不对？这个第三号打的，那就是第二给王曼玉，那基本上王艺迪就没有戏了。本来是国乒，我感觉好像给他王艺迪一丝的机会去竞争第三号人物奥运会，结果这次一输，可能就没戏了。好吧，这就是我的这个名单解读。那么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解读啊，男子团体的名单。OK，男子团体，那同样的中国队。理论上来讲，团体是占绝对优势的，也没问题。那男子单打嘛，可能有些几个个别选手也蛮厉害的，对吧？那么最后的决赛是中国男子3-0，对吧？零封了法国队，这个在意料之中。但是呢，我为什么说呢？特别提起呢，半决赛中国是3-2险胜韩国队，也是落后。然后，1-2落后，然后就扳过来，就想到了当年好像是大阪，2001年大阪世乒赛，2002年哦，2007年大阪世乒赛的时候，团体赛也是中国那样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半决赛是中国对韩国，只要谁胜，谁就是最后的冠军。如果韩国队胜，韩国队就是最后的冠军，就是这么个道理，对吧？那么男子单打决赛的名单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。中国人是中国队3-0零封法国队，对吧？那么一单是王楚钦3-0法国队那个勒布朗的那个弟弟 Felix，他是一个直板横打选手啊。现在欧洲两位直板横打选手打得很好的，一位就是法国的这个 Felix 勒布朗兄弟，另外一就是德国的邱党，就是两个。对吧？然后第二局呢打得真的是挺险的，樊振东说实在的啊，第四局你看到没有？是18-10落后，最后是2-10追回来的，好像是，对不对？你看看险胜樊振东3-2，那么最后一局马龙3-1拿下法国的西蒙，对不对？那么好，为中国队锁定最后的冠军，对吧？那么好。我们先说说马龙吧。题外话，你看马龙，那基本上就是这是圈定，这次就是他的最后一次世乒赛之旅了。打完今年的世乒赛，搞不好奥运会还会让他去，就他彻底要退役了，给国乒的新人彻底要让出机会来。但是你看一下这个名单的解读啊，那国乒没有启用其他人来顶替嘛？就是说国乒还是对其他小孩子不够放心。他没有让第三号单打杨建昆去参加第三号单打，对不对？那理论上国乒的三号人物，对不对？那肯定是樊振东、王楚钦，第三号可能就是那个杨建昆了，对吧？没有给他机会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对不对？王楚钦大家都说了，最近这一两年成绩不错，对不对？最近有一次那个是总决赛，他是好像是4-0赢的那个王楚钦，所以说基本上。就是说，2024年，对吧？这个夏季奥运会男子单打肯定是有樊振东，但是我估计男子单打不可能给，因为如果给马龙的话，我们在下一届奥运会又是樊振东，性能差一个，
所以这次世乒赛啊，不是这次那个奥运会，我感觉为了培养锻炼心灵的目的，单打肯定是樊振东跟王楚钦，男子团体可能就是王楚钦、樊振东、马龙，对不对？替补可能是梁景坤了，可能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那也有可能就是替补直接是樊振东，也有可能，但是马龙会跟队去给大家传授经验。那么好，接下来我要讲讲的就是这场半决赛。半决赛真的是也是出乎预料啊，触目惊心。你看看啊，我们第一场看看是日本韩国对吧？江无忌3-1赢了王楚钦，有点意外啊。估计现在王楚钦也基本上可以达到井水饮水这种程度，对不对？有点意外。第二局你看韩国那个输给3-0，0-3输给了樊振东。叫什么林俊宏啊，林俊东啊，林江宏。然后呢，第三局呢有点意外了，第三输3-2赢了马龙，真的有点意外。本来中国队估计可能也是3-0韩国了，中国队好久没跟韩国打成3-2了，那都是上次我跟你说了，就是2000年的那个团体赛了，那次叫孔令辉、刘国梁，孔令辉输2分，刘国梁输1分，那次比赛就那个刘国正力挽狂澜，最后打败金哲洙嘛，对不对？挽救赛点，所以那时候就流行一句话嘛，抗韩英雄加人就加刘国正，就那一年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然后我们再看看啊。第四局，那么江无忌输给樊振东0-3，那么最后一局呢，就是王楚钦改过自新，对吧？戴罪立功，3-0的拿下，否则中国队要输了。那为什么我要说两局比赛？一个江无忌啊，打的真的平了3-1樊振东，还有一次第三输那个比赛，真的打疯了，也是3-2马龙。这两场比赛打真的好，对吧？那么好，我们总结一下。这个男队啊，那么樊振东就是说证明了他是可以值得非常信赖的。虽然说王楚钦也是很优秀，但是还是有点波动。你看输了一局，尤其是第一局输给樊振东，第二局压力是非常大的，对吧？然后第三局马龙又输哇，给国乒直接推到死亡的边缘，对不对？那么好，樊振东赢了2分，就直接证明可以信任。所以东京奥运会男子单打名额肯定是他了，而且03年就奥运会之前一届世乒赛单打名额也锁定了，所以他肯定是他了。而且我们樊振东是2021年对吧？跟2023年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，也就是说樊振东是肯定铁定锁定了男子单打的名额，马楚钦也基本锁定。对吧？那就这份名额看出来。好，最后呢，我跟大家做个总结。总结，你看，这是中国女子的决赛，3-2险胜；男子团队3-2险胜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就是有两个人都拿2分，一个就是女队的孙颖莎，一个就是男队的樊振东。所以呢，最后呢，他们俩肯定各自已经抢占好、预定好单打的那个名席位。这是不用讲的，对吧？接下来就是女子团体呢，基本上，这是奥运会里面的三号人物，女子肯定是孙颖莎、陈梦。第三个人呢，肯定是王曼玉，也可能是王怡，但是王曼玉可能性还是大一点，对吧？那么男子呢，就是说肯定是樊振东、王楚钦。第三号人物谁？因为从这次排兵布阵最后来看，他把马龙加进去了。马龙确实年纪大，35岁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可能的，如果国乒从锻炼新人的角度的话，还是应该放梁景坤进去，对吧？最后呢是取决于教练组，对不对？女子主要是单打决赛里面是孙颖莎跟陈梦，孙颖莎肯定拿冠军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男子里面如果是樊振东跟王楚钦进决赛，我觉得可能打一个问号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从最近来看。这个王楚钦的成长非常快，而且最近的比赛，王楚钦对于樊振东的胜率蛮高的。而且呢，虽然说以前王楚钦输给他多，
但是说实际上，关键的，比如说王楚钦，我们樊振东可能是4比2赢，实际上王楚钦有可能在第四啊四啊第五局的时候，樊楚钦可能就是一两个球处理不好，导致4比2输，否则的话搞不好搞成3平第六局第七局可能赢回来。而且呢，王楚钦打樊振东还是有很大优势的，就是所以大家看樊，我估计樊振东打王楚钦他是最怕的最怵的。他打林高远，我觉得还行；打梁建国也还行，因为什么呢？王楚钦在弹力球上、速度上还是压制了樊振东，就从技术层面上来讲，王楚钦比他先进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好，最后呢，就是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呢叫英文叫 Dee Brothers，就是我用中文频道是我们是兄弟，最后是我频道的链接，欢迎大家，对吧？来关注。点赞、留言、转发，好，谢谢大家。